近呢，也没活儿啊，这手头还有点紧，这咋整？这成天，哎呀，哎，就这味儿，得劲儿。哎呀，这成天这玩意儿没有钱咋吃饭呢？没有个人儿。张廷秀啊，身榜得中头一名啊！哎，呀，这不来活了吗？这不，哎呀妈，小样，这不来活了吗？这玩意还没钱？哎嘿，哎嘿，哎，来。疼啥呀？疼啊！你撞的呗，都给我撞拽了，腿疼。谁撞你了？你呀。不是你，咱讲点理行不行啊？没，不讲理。哎呦我天哪！咋的？你撞我咋的？我在这边了，哼，这小二人转，我滋儿滋儿往这么来呢。你可倒好啊，从那边晃晃悠悠就奔我来了。我往这么躲，你往这么来。我往这么躲，你往这么来。是我往这么躲，你往这边来。是我往那么躲，你往这边来，好不好？咵一下就给我撞倒了。我离老远我就停这嘎子了，你给那边了，唰一下就奔我来了，啪就倒那儿了。反正你就别跟我说没用的啊，也没人看见。就你现在就是你撞的我，不行喊点人吧。哎呀，来人呐，快看呐，有人撞人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，啥好事儿啊？啊，你撞我可不好事儿咋的嘛，拿钱就完事儿了。不是你是不是碰瓷儿的呀？哎呀妈呀，看出来了，哈哈。对呀，碰瓷儿的，就碰瓷儿。哎呦我的妈，我还没有你这么碰。你管我咋碰呢？哎，没有办法，嚣张，你知道不？不嚣张哪来的钱？你这碰瓷儿碰的太硬气。那必须的，告诉你啊，没有5000块钱休想走。哎妈呀，菜家咋的啊？不愿意给呀？咋还要跑啊？我不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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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那还行，用过那点钱跑不值当。那你用这点钱跑不值当，那你就快拿钱呗，还点钱呢，那对我来说都挺多了，快拿钱。你这么怎么的，咱俩呢唠会儿家常行吗？不是你唠家常，我怕你跑了。唠家常不能跑，还唠了，唠了啊！今年多大岁数？我多大岁数了？二十来岁。二十来来多些？来九。二十九啊？还是啊？十九啊？二十九。那你这碰瓷是职业呀？碰瓷儿属于职业，但是我还有个副业。副业？嗯。副业啥呀？妈，比这活好干多了。啊？怎么的？装死啊！装死？嗯，呼啦往那一躺，哎，就是他们就哭，随便我等他们哭完了，完他们走以后了，我起来，哎，就给我钱儿。这是啥职业？头回听说你这头回啊！啊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就是在大马路上看那些要钱的啊，旁边不总有一个那啥的吗？啊，乞丐，你就是旁边躺着那个。说好听点的叫，那叫那个丐帮啊。说好听的我们是丐帮的，知道不？说不好听点吧，你说乞丐还行，但是我们这属于职业，懂不懂？这不这两天下雨吗，出不去，你们能拿钱。还有团队的你们那。哎呦这家伙挺好啊，你们这有对象没呢？我们这到我们这行的哪来对象？来对象啊？不，你不想找一个吗？咋不想找呢？说那废话都是，是我都29了，不想找对象，着急吗？着急也没有用，我跟你说，就我们干这行，不能急，越急越找不着。这没对象，
你这老大不小。哎，咋？你这么的呗？咋的？我给你介绍一个。你给我介绍一个啊？你看，为啥要给你介绍对象啊？咱也别说你今儿个碰不碰瓷儿了，咱俩既然能相遇呢，也是一种缘分，对吧？这个咱俩就当交朋友呗。啊，你就是那意思，你给我介绍个对象，完了把创我的给免了呗。那也行，免了。那我还得看看他长相，啥学历，要不然不行。这学历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介绍这人的学历可高，曾经去日本留学过。妈，去过日本呢？哎呦我的妈，老呢了。哎呀妈呀，大城市啊。那你必须的嘛。哎呀，学历那老高啊。就都学什么日语啥的，上那边卡卡进修、哎、回国现在老呢了，现在是吗？那可不咋的。行哈。嗯，那长啥样啊？长得那老帅了，真的配你那配一愣一愣的。真的吗？那行哈。要这么的，那你要给我找个这个啊，啊，要说是我相中了啊，这钱就不用你赔了，我还没准请你喝个酒啥的。但是要不行的话，拿钱。咱行不行这么，我先给他发个信息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你不能借着给他发信息，这油子你那啥跑了吧？那你看我上哪跑？这摩托车在这儿呢，你一个前面拦着，往哪跑啊？我这玩意儿能长板能飞还能咋的？那没准你拐弯撩了呢，你怎么？不行，我这车技没那么灵巧，刚骑这玩意儿不两天。那我发个短信啊，不能跑。不能跑啊！不能跑，不能跑。行，我冲着面相也挺善良的，相信你。哎，在不在呀？在不在？有个好事儿啊！妈呀，你打个电话呗，这咋还微上信了呢？那电话不得花电话费吗？电话在不在？那啥呀？你不还一直单着呢吗？今天在路边吧，遇到一个姑娘，这姑娘还挺好的。我已经给你介绍介绍啊，千万别说我是啥职业啊，千万别说啊，丢人呐、啊！不能说丢人吧，对我来说不丢人，那人家不一样。那有啥不愿意？那我跟你说，那我就不让你介绍了啊，赔钱了啊！不说，真假？你这敢做得敢当。那不一样，我不怕。嗯，来回话。哎呀，那长得可老漂亮了，真的配你那配的一愣一愣的。嗯呐，你真的你过来看看来吧啊，我给你发定位。嗯，我给他发定位啊。行，这你呀，这属于干好事，你知道不？这是那这不牵红线呢？嗯，这家这你平时的职业就是保媒拉线呗。我这平时啥都干，就能做好事儿的。哎妈，一瞅你大兄弟就讲究人。那等一会儿啊，还得啊。等一会儿。行。哎、啊，你干这行一天能挣多少钱呢？那这玩意儿不一定，好的时候万八的，知道不？不好的时候啊，妈，那像你这样的。那今天就够呛了，有可能。哎呀，这姑娘出水灵啊！哎妈妈，妈吓死我了！这就你介绍的小伙啊？那！看看你，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什么玩意儿？这姑娘漂亮啊！哎呀，太俊了！你俩太般配了啊，真般配！他领证去啊？领什么证？领证啊？领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就领证啊？啊？从家给我介绍的吗？介，对，介绍错了吧？没有，刚刚的。哎呀，快走！不可能！别走吧，别闹！哎，干啥去？还有我的！哎，别跑啊！哎，青青啊，这就碰瓷儿的女人呢？那就她，这家伙我也是骑，她嘣一下倒这嘎子碰瓷儿。是啊，干的啥不好啊？谁到了这人？
就得这么整啊，老叔。对，就得这么整啊。行了，再有什么碰瓷的，你就给老叔微信啊。还等什么啊？你那啥，走，我拉你回去。那好嘞。哎呀，走嘞，慢点，老叔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心情多好。